哎，坤达打来了，醉啦！喂，哈啦！你在干嘛？我在弄头发。你在弄头发是要来找我们吗？你不要说每年都玩很大周年你都来，那种好康的你都来啊！现在要你帮忙，他一直说在拍戏，不是这样吧？整个搜寻很差、欸。你会怪怪搜寻的哇，演戏哦。哎、欸，阿爸挂电话。一杯坤达是真的不好，是你们两个同时哎、欸，你讲到坤达了，哦，来，他每一次周年都有来，对，这个六周年故意不来，以前要出国六周年、五周年他都会来，哎、欸，六周年他不来，今天不是六周年吗？啊，阿宝，今天不是哦，六周哦，他误以为今天要我们要出国，所以。